上剑灵九霄，我被修士人逍遥，红颜白首王，莫辜负了年少。仙路尽头斩神魔，幽冥界中走一遭，斩他个炼狱滔滔。少年郎可怜时，人走路过教他摆茶，天魔迷津饮血脉，天雷解除凝神魄，花园不银行，人族血泪滚烧，只守着天宝星辰，到尽头谁为风，带上三十三重天剑斩苍穹，我为升华天骄。院长大人，此事已经很清楚了，在下认为秦晨心术不正，应直接逐出学院以儆效尤。血脉检测十分简单，只需安排一名血脉师验证一下，便知学生有没有觉醒血脉。这小子如此镇定，难道他真的觉醒了血脉？若是如此，院长大人，现在乃是年末大考，岂能因为秦晨一人而破坏了大考的流程？此事万万不妥，即便是要验证，也应是在血脉觉醒仪式上进行验证。秦晨，既然你说你已经觉醒了血脉，那便加入血脉觉醒仪式中，只要洗礼中有任何血脉气息展露，便算你通过考核，但若你没有觉醒血脉，到时定然严惩。是。秦晨分明是想蒙混过关，楚院长居然还给他机会，这废物能觉醒血脉才怪。哼，你口口声声说我想要蒙混过关，可敢与我打个赌？打赌？我若没有觉醒血脉，洗礼结束我便任你处置，但我若觉醒了血脉，你便在这广场之上学几声狗叫，大叫自己是蠢货，如何？你不会不敢吧？既然你非要自寻死路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哼，这么多人看着，秦二公子，你可别食言啊。你在这站着。觉醒仪式开始。有人血脉觉醒了，是初级班的高红，王都城卫军高副统领的儿子。赤虎血脉，高红才12岁就觉醒了二品赤虎血脉，将来前途无量啊！12岁就觉醒了二品血脉，在大齐国足以称得上是一名天才，未来可期呀！哼，12岁就觉醒了二品血脉，比某些废物强太多了。不错，大多数都是一品血脉，也有少部分的是二品血脉。觉醒二品血脉的大多数都是王都贵族子弟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嘛，这小子分明是骗人的。秦范，你闭嘴，秦晨他一定会觉醒血脉的。哎，这竟然是一块死水晶，看来赵凤早就收买了导师。难怪秦奋这么笃定
只凭一块死水晶就想让我无法释放出血脉气息，那也太小看我了。嗨，成儿，我的天，他竟然真的觉醒了，这是什么血脉？雷霆血脉属于稀有血脉啊。这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觉醒血脉？我明明在他的水晶上做了手脚，怎么？青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夫人，属下不知，葛洪明明答应了属下，信誓旦旦地打了包票。连这么点小事都做不好，要你何用？夫人息怒。破天，你看到了吗？咱们的孩儿觉醒血脉了。哎，他做到了。天星学院不愧是大齐国第一学院，学员还是一如既往的优异啊。灵武王谬赞了。秦晨身上的血脉气息总觉得有些熟悉，似乎不久前在哪里见到过。这么说起来，我好像也有这种感觉。哎，罢了，应该只是我的错觉吧。这可是稀有血脉。秦范，这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最垃圾的一品血脉而已，有什么好值得高兴的？既然我已经觉醒了血脉，秦范，别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。哎，你不会想赖账吧？刚才这么多人都听到了你和秦晨之间的打赌，包括院长大人、王都的强者都在。你若赖账的话，可要想想后果。这秦奋真是自寻死路啊！没事打什么赌？武者一诺千金，秦奋若敢食言，恐怕以后难以在王都立足了。秦家二公子学狗叫，千古奇闻。汪汪汪汪汪汪！啊！快看！汪汪！还有呢？我是蠢货。秦奋，没想到你还有点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是蠢货。你给我等着！诸位，接下来便是下一轮考核，五考大比。摆放在你们面前的是20张五十弹强弓，每个学员必须将金刚铁剑射入心铁靶心，便算通过考核。现在考核开始。是灵阵。耶耶耶！这一回我要一雪前耻。太厉害了，一剑穿透靶心，这要多强的力量？这秦奋只差一步就要跨入地级了吧？难怪如此张扬跋扈。秦家不愧是军中强门，秦奋天赋的确可以，不过还算不得精彩绝艳，他那大哥才让人惊叹。你是说秦风？正是他，老夫还记得，此人仅用了2年时间，14岁便跨入地级，顺利从学院毕业，
后加入军旅，屡立战功，现在也不知道何等修为了。哎，可惜秦奋年龄已过，陛下交给我的任务还无法完成。哼，龙生九子各有不同，秦家有秦风、秦奋这样的天才，也有秦晨这样的废物私生子。秦晨虽然觉醒了血脉，但这个年纪才觉醒血脉，将来的前途恐怕也不过如此了。啊，看你还能装多久，恐怕连这第一轮力量考核都通过不了吧。哼，别紧张，真气集中在箭头之上，以箭头带动箭身，撕裂灵阵，才能一举射入箭靶之中。成功了。才拉到半月形，根本无法通过考核。毕竟他刚觉醒了血脉之力，无法催动血脉之力洞穿灵阵。秦晨的实力绝对不止这么点。我去，这秦晨的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箭头只刺进去一点，差点就掉下来了。这也能通过考核？好精妙的控制力，此子不简单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想要将十斤重的铁剑射入铁靶之中，至少要将铁弓拉成满月才行，而且用血脉之力才能更容易洞穿灵阵。但清晨刚才的那一剑射出的力量仅仅只有30弹，但因为箭头所附带的一股旋转真气，令得铁剑的穿透力提升了1倍，才刺入铁靶。不过他的年龄和修为应该做不到这一点吧。此子对力量和真气的控制恐怕达到了一个极为如火纯青的地步，即便是一些地级武者也未必能做到。你不会就选中他了吧？现在还不好说，再去看下去。梁大师，这秦晨的运气还真是好啊。运气？太强了，传闻这里清风已经突破了地级，看来是真的了。这李清风也不错，17岁便能晋升地级，是个可塑之才。又一个地级，才只有16岁。好，好啊！令武王，这位是康王爷的爱女，天资很不错，觉醒的是3品血脉。有这么几人，至少陛下吩咐的任务勉强有些眉目了。考核结束，接下来是第二轮武试。第二轮武试，严禁以多对少，严禁彼此作假，一旦发现违规，
逐出比赛。比赛的输赢无关紧要，能不能在战斗中得到成长，才是强者和弱者的差别所在。我知道了。李清风，三号圈。天哪，李清风竟然被分到了这里，咱们这一组还有活路吗？嗯，看来咱们是没希望了。明天四号圈。小子，等你遇上我的时候，看你还能不能这么淡定。问七号圈。记住，有机会你们就废了那小子。是。分组完毕。绝对是地级的高手。这人叫王启明，高级班弟子，一天到晚抱着一把刀练习刀法，据说他睡觉的时候都抱着刀，没想到竟然也突破地级了。这一次年末大考有意思了。这小子以掌为刀，竟能施展出刀法的意境，有点意思啊。此人我以前倒是没注意过，这次大考的前三名应该就在李清风、赵灵山和王启明这三人身上了，不知道林武王更看好哪个？李清风锐气外露，赵灵山内敛含蓄，王启明霸道勇猛，修为不相上下。若要问谁最强，就看临场反应了。不过，三人中论前途，我倒是很看好王启明。可这王启明毕竟是平民子弟，底蕴。令武王虽有大齐国战神之称，但年幼时却是一个平民，仅依靠自身努力，不成为大齐国的顶尖强者。那秦尘也不错，只是修为上低了些。小子，跪下来向我求情，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过去敢这么和我说话的人，现在都已经不在人世了。看来你是存心找死。臭小子，我说过让你别嚣张，这场比赛有种你就别认输。认输啊，开什么玩笑。你烈日炎拳，给我躺下。躲过了，敢偷袭我，找死！晚了！
你小子还有空关心别人？该轮到我了。我的手里，否则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魏真没有说错，这小子确实非同小可。秦晨有点意思。是啊，比赛越来越有趣了。很好，恭喜这十位选手，诸位有半个时辰的时间休息，准备进行最后的擂台赛。秦少，恭喜了。你怎么样？医师说我体质不错，虽然伤了筋骨，但并无大碍，很快便能自愈。我会替你报仇的。你自己小心一点啊。那勤奋不会有那么好运气了，有人会替我安排的。哥，按这个势头，李清风夺冠还不是迟早的事啊。哼，我只等着看他教训秦晨。秦晨这小子好深的心机，没想到一直在隐藏实力，直到离开秦家之后才暴露出来，是我以前小看他了。秦勇，你交代下去，不管葛洪用什么办法让秦晨对上凤儿，让凤儿废了那小子。如果葛洪做不到，你告诉他，我秦家的钱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拿的。是夫人。休息时间已到，天星学院年末大考最后一轮比试正式开始。武斗过程中点到为止，严禁故意伤人，不得将人致死，违者重重处罚。现在开始第一轮比试，第一场左光对战叶晨。开始。铁风刀法，归元开山。陈胜，第二战，陈少卿对战李清风。
你认输吧。李清风，你虽然强，但我也想领教一下。哎，哼，你，嘿，金刚怒目。高级班学员遇到李清风，根本挡不了他一招。看来这一次的冠军非李清风莫属了。夫人，已经安排好了。你办得不错，秦晨居然隐藏得这么深，这一次大考若是不将他废掉，我心中着实难安。第三场，王启明对战黄宇轩。重头戏来了。黄宇轩是老牌的高级班学员，修为高达人级后期巅峰，也是最有希望突破地级的学员之一。王启明，我是不会认输的。不管你认不认输，结果都一样。哼，这可未必。比赛开始。耶！嘿，横扫千军。哼，你的枪很快，但我的刀更快。王启明胜。哦，太快了，一招就结束了。黄宇轩好歹也是人级后期巅峰武者，竟然不是王启明一刀之敌，这怎么可能？难道人级和地级的差距真的这么大？哇！第四场，勤奋对战，秦晨。啊，怎么会这么巧？这也太巧了吧，谁想得到这两个人真的能碰上。秦晨，滚上来吧。你给自己安排了一条绝路。笑话，秦晨，我承认你的实力超出了我的意料，但在我面前终究是个废物。我很佩服你，出手重伤了凌天，竟然还有勇气上台来送死。少废话，找死。哼，你的修为提升了不少，可惜还是太弱了。什么？秦晨的力量怎么会这么强？雕虫小技。
这不可能，我竭尽全力的一拳竟然被如此轻松的就拦下了。秦奋，你是没吃饭吗？就这么点力气。十三叠浪拳。十三叠浪拳，这可是秦府定武王征战沙场所创的杀招，据说是从一门玄极上等拳法中提炼而出。在这武技下，秦奋的实力至少暴涨三倍，形成必败无疑。夫人，没想到奋少爷把十三叠浪拳都给练成了，看来这场比赛少爷赢定了。秦月池那贱人生的废物如何能与奋儿相比？十三叠浪拳，十三叠浪拳，父亲所创的十三叠浪拳是传说中的君道杀拳，重重叠叠的拳劲犹如决堤的洪水一般滔滔不绝，肆无忌惮，力求的是在战场之上强势击杀敌人。辰儿，你可一定要小心啊。君神秦霸天自创的军中杀拳，那秦臣若是抵挡不住，非死即残。秦奋竟然对兄弟施展这等拳法。这身法竟然是入微级身法，身法按照意境分入门、熟练、精妙、入微和完美五个级别，一般这个岁数的少年能达到熟练已经十分不得了，秦臣竟然达到了入微级，前所未见的天才。确实是入微级身法，如此年轻就能将身法练到入微，简直是妖孽。我天星学院有如此天才，老夫竟然不知。我不信誓言血脉。差不多了。还没输。成儿赢了。怎么可能，凤儿他败了。夫人，果然是秦臣赢了。秦奋居然败了，这可怎么办才好？秦臣胜。刚才那三掌是替林天还你的。秦奋，其实真正的废物是你才对，没了秦家你什么也不是。不，我没败，我怎么可能败？放肆！行掌。凤儿，
我故意如此，就是料到你会偷袭，正好给我废掉你修为的机会。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你少爷，邓儿，娘，可爱的戒指废了，哎呀，是个废人了。心勇，杀了他，杀了这剑种。是夫人。都给我住手，滚，敢伤陈少，给我滚。陈少，你没事吧？师父。梁宇大师。我没事，多谢梁大师出手了。哪里的事，举手之劳。陈少，你没事就好。秦勇，是谁给你的胆子在擂台上出手的？你们秦家人好大的胆子。诸位，先前的确是我冲动了，但是这秦尘废了我儿的气池，让他从此无法修炼武道，诸位是否应该也给我一个交代？你还好意思要交代？若非秦奋心思歹毒，在比赛结束之后伺机偷袭，怎会落得这般下场？要我看，你不感激秦尘不杀之恩，竟然还心怀怨毒，真是最毒妇人心啊。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是说秦尘在气殿得罪了梁宇吗？怎么现在？天星学院大比，严禁学员在比道中下狠手，将人致死致残，但秦奋赛后偷袭，这才导致他修为尽废，尔等不问缘由却破坏我天星学院大考。念事情并未造成严重后果，尔等速带秦奋离开这里。至于你，今日暂且罢了，若有下次绝不轻饶。好好，秦尘，今日你施加在我儿身上的痛苦，来日我一定百倍千倍地还在你身上。我们走。秦尘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院长大人秉公处理。你没事就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好好准备接下来的考核吧。是，院长。不过弟子对葛洪导师有一些看法。葛洪先前没能及时出手制止秦勇，的确是有些失职。葛洪，接下来的比赛没你什么事儿了，回去给我好好检讨。属下没能处理好比赛，是属下的失职。诸位陈院长，我要说的不是葛洪导师失职，而是勾结秦家故意陷害学生一事。秦尘，刚才我是一时惊慌，所以未能来得及出手，但你所说的勾结秦家实在是子虚乌有了。不管你怎么花言巧语，也难以摆脱你勾结秦家的事实。楚院长，学生建议将葛洪导师当场拿下再做调查。秦尘，先前之事的确是我的失职，我自会好好检讨，但你若再胡言乱语，就休怪我不客气了。秦尘，有些话可不能乱说，你说葛洪导师陷害你，证据呢？楚院长，你们只要检查一下昊谦，自然就会明白真相。哼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楚院长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属下和秦尘无怨无仇，怎么可能陷害他呢？将昊谦拿来。秦尘，若是没有证据，诬陷学院导师可是重罪，老夫可以直接将你赶出学院，你可知道？学生知道分寸，愿意承担后果。此子不卑不亢，面对我的威压竟然面不改色。
若红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院长，属下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两人的木牌之上为何会有印记，说不定是工作人员准备的时候。葛红倒是好本事，院长大人把木牌捏在手中都没问，你居然就知道我和秦奋的木牌上有印记。哼，好一个不知道啊，不管别人信不信，学生都有点信了。我把他给我压下去。院长，我冤枉啊，我真的冤枉啊。秦晨，如果老夫查出葛红真与秦家有勾结，我保证绝对会给你一个公平的答复。学生相信院长。陈少，我送你。杨大师，还有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梁某也只是看到秦陈少爷遭受不公待遇，心中不忿而已。若是以后有什么事，梁大师可以直接来学院找我。一定一定。诸位，先前我天星学院年末大考出了一点意外，在这里我只说一句，接下来的比赛若是再有人敢插手，老夫不管他什么身份什么来历，格杀勿论，绝不姑息。这次我在陈少心中留下了好印象，以后若是在炼气意图有什么问题，就不愁没有办法解决了。梁大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接下来进入四强赛最后一场，由赵灵山对阵甘浩。梁大师，灵山要上场了。灵山郡主，请赐教。开始吧。嘿。嘿。耶。我输了。承让。现在我宣布，此次学院大比的四强学员分别是李清风、王启明、秦晨、赵灵山，请选手原地休息，恢复真气和体力，一刻钟后进入半决赛的对决。天星学院的第一天才只有我李清风？那可未必，擂台上见高低吧。总算快结束了。不错，只有高手对决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天才。现在开始半决赛第一场，赵灵山对战秦晨。梁大师，这康王也别担心，虽然灵山只能止步四强，但只因他遇到的是秦晨，换个对手未必如此。也罢，梁大师啊，本王和灵山说一声，让他弃权便是。王爷，你这是？梁大师，不是想让灵山认输吗？老夫怎会让你做这样的事？我的意思是，灵山遇到了秦晨，并无胜算。这，不可能吧？若无人干涉，灵山他必胜啊。王爷看着便是。秦晨，梁羽师尊让我向你问好。多谢灵山郡主带话。不过你小心了，虽然梁羽大师是我师尊，
但是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，希望你能谅解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便认真对待。听闻灵山郡主是剑道高手，以示尊重，我也用剑吧。秦晨不会是见到美女就晕头转向了吧？分明是一名拳法高手，现在抛弃自己所长改用长剑，整个学院都知道赵灵山是用剑高手，他这不是班门弄斧吗？你若用拳法，或许还能在我的剑下坚持几招，确定用剑。说的不留情，太弱了。就一招，斩！这也叫剑招，仿佛老农锄地，根本没有半点剑法和意境。大开大合，这小子竟然把剑当成了刀使，不忍直视啊！太丢人了。剑士，这是剑士，剑士是剑道中极其高深的招式，这可是连我都不曾完全掌握的剑道力量，秦晨怎么会施展？的真气和修为竟然无法击退他，仙人之路来得好。啊，他怎么知道我仙人之路的破绽啊？不好，血脉觉醒，移形换眼。赵灵山差点就败了，关键时刻他施展出了自己三品的寒冰血脉，使得自己的速度暴涨一倍，躲过了秦晨杀招。本以为是一场一面倒的比赛，不曾想着秦晨在剑道之上也如此天资之高，竟如此激烈。刚才是我小看你，但接下来你小心了，这是我的三品血脉，寒冰血脉。早知道你有这手，
输了。啊，恭喜你赢了。啊，怎么会？老头，太强了，一瞬间斩出三剑，都斩在同一个地方。用连续的震荡之力劈碎了赵灵山的攻击，难以置信。哦，三剑不是四剑吗？啊，嗯，为什么我感觉是六剑啊？都不对，一共是七剑，一瞬间劈出七剑，并且斩在飞速劈来的剑光的同一点，这样的眼力让人叹为观止啊！这秦尘真的只是一个人级的学院吗？